反正不还有五天了吗？这还有把钥匙呢，没人啊！走，二姑，人跑了，那儿呢？给我喊起来！哎，我们的口号是：不吃饭，不睡觉，打起精神赚钞票。不想爸不想妈，业绩下滑不回家。哎，这位上帝，来来来来来，哎，这走过路过别错过啊！来来来，这边请。今天啊，是我们靠谱时空旅行社成立10周年，7日游特价大酬宾，只要999。这是我们的专属联络器，您在古代如果有任何需求，您看，只要一按这个按钮，我们保证随叫随到。哎，这都是从我们这儿走的，啊，您看，哎，这个是明代的，这是去汉代的，这是去清代的，您最想去哪儿？啊，我肚子疼，我去个厕所。啊，哎，不是，哎，不是，不是，哎，大川啊，怎么了？我正在跟老板讲价呢，快，再给我多花点铜钱。哦，川导，这个，来来来，川导，哎呦，走，哎，好了，川导，哎，怎么了？没看我这忙着呢。快下令，告诉我八姓何在？八姓何在？卦象显示，八姓将士就在今日。哦，八姓乃是辅助皇权、亨通国运之星象。啊，天师，那岂不是对您的大忌？事不妙，八星降世了。这一转眼那姑娘就不见了。时光监督局早就盯上咱们了，他要是发生点什么事儿，咱俩都得玩完。雷爷，属下在。小福子，在你给朕洗的这是什么玉啊？皇上，这是奴才特意为您准备的玫瑰花瓣玉，奴才还为您准备了盐玉、醋玉、中药玉。小福子，真不枉费朕疼你啊，真是贴心。对了，皇上，再过几天就是宫里一年一度的宫服大会了，内务府托奴才问陛下还有什么吩咐？按旧例，让罗妃去负责吧。奴才遵旨。那皇上，奴才就先告退了。好吧，去。云深，来人，快点让护驾。你谁呀？我，你又谁啊？哎，你们不是同伙啊？你玩真的呀？哎，
老妹儿啊，哥可不是故意的。你要是真死了，可千万别来找我呀，老妹儿。皇上，咦，还真有刺客啊！到呢，皇上，到。我克你一娘，我死你！哎，陛下，微臣救驾来迟，陛下恕罪呀。哼，陛下，这是个什么东西？对呀，你是何人？为何会出现在朕的寝宫里？朕？嗯？不会吧！来人，把这个来路不明、穿的奇奇怪怪的东西给我带出去！别，我只是在上茅房，茅房你知道吗？你在朕的寝宫上茅房啊？对啊，也不是我，哎呀，我三言两语跟你说不清楚，不是有地阶吗？你们让那地阶来问他一下，就什么都知道了。我说你啊，说话颠三倒四，心计可疑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带出去打死！且慢，此女虽然心计可疑，但护驾有功。小佛子，奴才在。把她带到后殿去，候着。陛下。爱卿不需多言，朕自有定夺。走吧，去后殿。听说你救了皇上，咱家可不信。咱家自幼跟随皇上，你这种人我见多了，你肯定是来害皇上的。你们家皇帝是谁我都不知道，我怎么害他？休得狡辩！哼，这就是你谋害皇上的罪证。喏，这就是凶器。这是什么？哎，我告诉你啊，这个东西啊，可是我们家乡夜明珠。夜明珠咱家可见多了，那你这个怎么不发光啊？你得掰一下。对啊，使劲。哎呀，真没用！来，给我拿来，看着。你看，真的会发光啊！当然了，我骗你干嘛？那这个呢？使劲推。你们古人怎么那么笨啊？看着。再来一次，看着啊，这样。我这好玩。哎，你小心点。你绳子怎么开了？来人啊！这是我们的专属联络器，只要一按这个按钮，我们保证随叫随到。巴巴巴巴巴啦啦！哎，秦小小，你还活着？我没活着，给你打电话是鬼吗？你们女性是怎么回事啊？把我弄到这什么鬼地方来了？我刚差点没命了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上天，你先听我解释。你留着这话跟时光监督局解释去吧。你先告诉我，我怎样才能回去啊？那这样吧，你先来找我。你来呼延的凉亭，我在这儿等你，好吧？那我就能回去了？那不行，您要是想回去啊，得去南门。那里有个专门的传送站，不过它只有每月的15号才能开启。今天才刚8月9号。什么？你是说我还要在这里待7天？那我就泡吧你！我算了，我先去找你。就这了。皇上，臣妾好些日子没见到您了。不会吧？我前天才去找你的呀。哎，你说今天天气可真好，对吧？小福子。哎。那不是小福子吗？小福子。过来，小福子，
你不好好伺候皇上，是想去干嘛？娘娘，你认错人了。哎，小胡子，朕不是让你去御膳房吗？还不快去？是皇上。慢着。你若真去御膳房，就顺便帮本宫问问，新罗使臣进贡的人参炖得怎么样了？是娘娘。下去吧。谢娘娘。啊，皇上！皇上！哎，皇上！小福子，你怎么没穿衣服啊？皇上，我的衣服。怎么有两个小福子？对呀，怎么会有两个小福子呢？哎，小福子跪下。皇上，我是小福子，你弄错了，他偷走了我的衣服。皇上，你忘了，他是那个……对对对对对，我知道，你是小福子，他是小胡子嘛。不是皇上，不是他。小胡子，哎，还不赶快带你哥哥小福子去换衣服？哎，好。啊，我，哎，哥哥，我是你弟弟，小胡子呀。你，走，皇上，你。哎。奇怪了，爱妃啊，这小胡子呢是小福子刚进宫当太监的弟弟，他们两个长真是太像了，有时候朕也是会搞混的。放开我！哎，你是谁啊？公公，我是小胡子。小胡子？那我是谁啊？你是小胡子？对啊，我是小胡子，你是小胡子。我是小胡子，你是小胡子。对啊，我是小胡子，你是小胡子。对啊，你儿子想不起来，我倒有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等一下，那这样呢？娘娘，您慢点儿。距离功夫大会没剩几天了，留给本宫的时间不多了。唉，我们大唐素来以胖为美，可本宫却偏偏生得如此消瘦。别人家的姑娘是喝口凉水都长胖，而本宫却是……可是娘娘，咱们一口气也吃不成个胖子啊！要么胖，要么死。原来当朝真的是以胖为美啊！罗妃驾到。一个连自己体重都控制不了的女人，还想获得皇上恩宠？哼，就你这皮包骨也配？这布是上衣局借来的，你们不能抢。本宫只顾剪裁新衣，却忘了嘱咐上衣局，这布料我可概不外借呀。眼下本宫亲自前来，就不劳妹妹受累送还了。功夫大会所有的娘娘都有资格参加，要是把霸占布料的事情告到皇上那儿，罗妃娘娘可有想过后果？大胆！萧平妹妹管教自家狗的本事还不够到家呀？别的倒不要紧，要是哪天不小心连皇上都要，
那妹妹岂不是要受连累了？谁？奴才见过娘娘。狗奴才，鬼鬼祟祟的躲在那里做什么？回娘娘的话，是皇上让我来的。皇上？皇上让你来做什么？回娘娘，此事关乎江山社稷，奴才觉得娘娘还是不要知道为好。那既然如此，本宫也就不追问了。我们走。哎，慢着，罗妃娘娘，奴才进自宫以来，常听皇上说，说这宫里啊有位罗妃娘娘，素日里以慈悲为怀，想必这布料，娘娘不会真的要拿走吧？我呀，是怕萧嫔娘娘用不完。不过，既然公公都这么说了，那就都给她留下吧。如此甚好，既然这样的话，我就替萧嫔谢谢罗妃娘娘了。走。跟我斗。去告诉天师，我有重要的事情要找他商议。奴婢遵命。你派人去查一下那个小胡子的底细。奴婢遵命。娘娘，不好了！这是什么？不好，快去擎天见。谢谢公公。请问皇上派公公前来，所谓何事呢？嗯，也没啥事儿，我就是来看看小嫔娘娘。我现在看到了，我走了，拜拜。看我？我联络器呢？你说那个小小真的把你弄晕了？嗯。哇，有趣。皇上，他可是个刺客。嗯，别瞎猜，说这还太早。如果朕没猜错，他应该就是袁天罡口中说的那个霸星。真的？嗯。那不要闹，快去查。好，去吧。我躲你一眼，我抹你。大事不好了！怎么了？慢慢说。公公怎么又回来了？我有一件事情，想请娘娘帮忙。公公但说无妨。我想见皇上。啊，你想面圣？嗯。可是公公不本就是皇上的人吗？对啊。但你们说这皇宫那么大，我一个刚来的，万一要是迷了路，再碰上个坏人，那我怎么办啊？可是宫里能有什么坏人呢？就你们的袁天师啊。还有那罗妃，不都是坏人吗？娘娘，这事儿我们还是不要参与了。可是这小胡子是皇上的人，我们不帮他也得帮皇上啊。娘娘，你怎么了？奴才给娘娘请安。娘娘看着好眼生啊。我们娘娘是去年刚进宫的萧嫔。哦，啊，不知娘娘是否见过画上的人？没有。敢问公公，这是何人啊？是个刺客。娘娘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被风吹的。
走，去那边看看。咱们可说好了，只是迷晕皇上。放心，我一定会留下他的性命的。好了，不要怕，把心放在肚子里。爹爹还有事要做，先告辞了。恭送爹爹。铁石，万一娘娘误喝了，那可是沾一滴就会毙命的鹤顶红啊。老夫岂能不知，我收养了他这么多年，也到了他回报我的时候了。来人，跟我走。给我搜搜。没有找到。没有。是。私藏刺客的下场你们可知道？那就老实交代，他在哪儿。娘娘，你怎么坐地上呀？奴婢小小参见天师。小小，奴婢是今天刚被分过来，是否孝敬娘娘的？娘娘别坐地上了，地上凉。啊，小小啊，还不快扶本宫去屋里。且慢。你们都没有发现刺客是吗？天师说的可是那个自称小胡子的人，奴婢刚刚好像看见了。他在哪儿？罗非刚走，他就跟着出去了。走了。天师，天师，外面也没有。我们走。见公公。嗯，起来吧。皇上让奴才来通知一声，今日还有奏折要批阅，他就不过来了。皇上，皇上他不来了。皇上，皇上说他不来了。皇上，皇上他不来了。娘娘，万万不可！休得胡闹！爹爹，他的心里根本就没有我。他今日不来，后日也必须得来。你想啊，后日就是功夫大会了，一旦你能够夺魁，他还有什么理由不来？到时候，这是猴王，这是今天那个小胡子留下的。胡奶奶，快到哪儿啊？我都等你一天了，这天都黑了，快下班吃饭了啊！你是谁？我是大川啊，你怎么还不来啊？我在后花园，你要是再不来，我就走了。喂，出来呀！喂。
爹爹，这是什么妖物？爹爹也不曾见过。不管怎么说，一定要拿住小胡子，否则后患无穷。来人，在去兰亭。是。大哥，你们抓错人了吧？大哥，我这啥也没干呀，大哥。他是不是你今天见的小胡子？不是。带下去，押进天牢。啊？是。哎，不是，咋的？我这没。剩下的可就看你的了。放心吧，爹爹，功夫大会，女儿一定全力以赴。好。哎，你们是不是马上会有一个什么 party？ Party 在哪儿？爬什么梯啊？什么什么福大会？你是说功夫大会？对，就是功夫大会。皇上会去吗？会是会，不过皇上根本不会注意到我的。我保证这次皇上肯定会注意到你，我可是我们班上最厉害的那个 designer 呢。开饭了。怎么回事？老实点儿。大哥，你是不是不吃？你说你那哥也太狠了，今儿怎么把人舌头给割了呀？还不是给个痛快，是吧，大哥？Thank you.
启奏陛下，今日是宫中最隆重之事，趁着陛下和诸位大臣如此之高兴，微臣有一提议。天师，你说吧。臣夜观天象，只见那紫微星越发的明朗。正所谓国不可一日无主，亦不可无后啊！臣恳请陛下择此次大会之佼佼者，立为皇后，以稳固我大唐万世之江山社稷。今日是举国欢庆之际，立后之事再议吧。陛下，新罗使臣觐见。来人，快请。宣新罗使臣觐见。皇上万岁！我新罗近来日益瘟疫蔓延，我等已在大唐求药多时，可这情况却是……使臣莫急，朕已在全国派人搜寻仙丹妙药，这宫中太医呢，也是日夜不懈地在研究。今日赶巧我公服大会，使臣想必你也是舟车劳顿，不如和我等一起入席，一同目睹这大唐女子风采。哦，素闻这大唐女子美貌天下一绝，我等能有幸一饱眼福，实乃是无上的荣耀啊！陛下，这礼后之事再议吧。入座，起乐，功夫大会现在开始。小小，嗯，本公子觉得心慌，怎么办？你安啦，你这啊就是心理作用。真是我从萧平那里亲自拿来的。娘娘，那我弟弟还用进宫吗？你派人去进士房打声招呼吧。你，我错了。好了好了，事情还能有挽救的机会，不要担心了。把我们准备的东西拿过来，别担心，我还有办法。下一位，萧嫔娘娘到。感觉好像没什么干劲啊，还想不想赢？快去接水。
爱妃今天的表现真是惊为天人呐、啊！小佛子，佛刚刚啊，皇上，奴才在。要不再多看会儿？啊啊！萧平，才貌双全，今日之冠非其莫属，即日起册封为妃。耶！夏夏，太棒了！厉害了，我的哥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做到的。是你，霸心。他就是霸心。走。你真美，好，大唐女子果然是个个气度非凡呐、啊。比如这位娘娘，就比刚才那位萧娘娘更加有气质一些。请问她是？咦，天生在此，第一代皇嗣。两国的情谊。行了，你们什么也别说了，不就是治病吗？有我神女在，还不是小事一桩？你行吗？你再给我几天时间，这瘟疫可不是什么小病，我得好好琢磨琢磨。若能解除瘟疫，我新罗人必将会厚待神女的。你算了吧你。不过，我倒是想请皇上帮我一个忙。什么事儿？事成之后，我希望你能帮我寻回一样东西。嗯。你还有脸给本宫敬茶？娘娘，您就罚我吧。只要能留在您身边，阿香做什么都愿意。哎呀，好了好了好了。人家也是为了人家弟弟着想吗？你说床头吵架床尾和，懂不懂这理儿？快点！本宫念你是初犯，罚你两天不许吃饭。谢谢娘娘。皇上驾到！平身吧。谢皇上。你怎么来了？
小福子。哦。这是什么呀？这是新罗使臣献上的国书，里面记录了新罗瘟疫的始末，应该对你有些帮助。你都不认识我，就肯这样子帮我？好了，没事了，走了。哎，我走了。皇上，你看这个。小福子，书拿反了。原来如此啊。有办法了。原来新罗人说的瘟疫就是痢疾啊。痢疾？痢疾？哎呀，走了。哎哎。痢疾啊。哎，小小，这是什么呀？这个呀，这叫口罩，多酷的名字呀！口罩，这是干嘛用的？你猜。是戴在这里吗？驱邪用的，对不对？你怎么那么可爱呀？是戴在这儿的。我们平时生病啊，是因为病毒进去了，这样子阻挡了病毒，我们就不会生病了。这样，等一下，病毒是什么？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不好了！新罗使臣刚才一病不醒，听说只剩半条命了。你说什么？快，带朕去看看。是。陛下万见陛下。陛下，大事不妙，此处定有妖孽作祟。妖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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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妖孽！看俺的罗盘，反了。哎，你可看清楚了，这可是你的东西。你还给我！陛下，请看。这什么东西啊？陛下，你有所不知，你看，这使臣印堂发黑，妖气缠身。臣刚才用罗盘一测，这就是妖气之源呀。什么妖气？这是我的年落气。陛下，新罗乃是俺大唐边疆屏障，臣绝不能坐视此妖女为非作歹。袁天师啊，你一会儿说她是神女，一会儿又说她是妖女，袁天师，你到底在想些什么呀？陛下，你有所不知，臣以前是让这个妖女蒙蔽了俺明亮的双眼。谁？谁？来人！谁谁谁？小小，你有办法吗？有盐和糖吗？只能喝吗？你不相信我？
好了好了，来人，拿去给使臣喝吧。我不喝尿，不喝尿。良药苦口，不喝也得喝。使臣，觉得怎么样？写字啊，因为我是神女啊。朕可真是猜不透你啊。原来你早就知道袁天罡不是好人了，只是一直在装傻。这袁天罡在宫中势力雄厚，朕不能明刀明枪的对付他。要是朕真的这么做，怕他会对朕不利。你看他今天趾高气扬的样子，简直好像知道新路人会生病一样，太狡猾了吧？你也觉得事有蹊跷？哎，要不然我们查查，说不定能找到什么线索呢。小小，你可愿意助朕一臂之力？也不是不能帮你了，只是公平公正，互相帮助。我的玲珑器。哎，待事成之后，必物归原主，可否？好。我认为。如果真的是人为的食物中毒的话，怎么样？那一定。一定什么？会留下证据的。那如果今天下毒的人是你，你会怎么做？我看那下毒的人也不是真的想毒死使臣，如果真的只是捣乱的话，那八成还会再来的。有道理啊。嗯。那你是怎么推敲出来的？电视剧看多了呗。电视剧？嗯，像什么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《大唐西游记》之类的，你一定没见过吧？我是没见过，我也没有见过有人敢用手指指着朕。辣白菜呀、啊！
多拉几天。好香啊！当然了。我认得你，你是云内师的人。来人呐！流血了。押进地牢，严加审问。是。你为什么不刚才趁热打铁，把那云内师也抓回去？新罗使臣尚未康复，稍安勿躁，袁天罡会自己露出他的狐狸尾巴的。天师说马上救你出去。啊，真的？嗯，哎，太好了。我就说师傅他老人家一定会救我出去的，老子就是给皇上一个面子，来这里转悠转悠。血，你怎么了你？我靠！死人了！死人了！死人了！老婆呀，吓死我了！吓死我了！恭喜天师，除了后患。哼，除后患，秦小小和皇帝小儿一日不除，本天师就后患无穷啊！属下明白。快拿下！走走，刚刚谢谢你啊。别客气，朕说过要保护你的，只是我没有想到这袁天罡竟然如此大胆。袁天罡？你说刚刚那个刺客是袁天罡的人？你确定？使臣中毒败露的时候，我大概就猜出来了，只是我没有想到他竟然做到如此地步。但是小小你别担心，朕一定会保护你的。谁让你护我周全？你啊，还是好好照顾你自己吧。哎，没事吧？小小，嗯，朕有个东西要给你。哦，小佛子，这是什么呀？
臣妾看皇上日夜为国事操心，特派人熬了些雪梨汤给您降降火气。雪梨汤啊，这雪梨汤想必花了爱妃不少的功夫吧。爱妃，你手冷了？不，皇上，这汤凉了伤胃，我还是找人再给皇上热热吧。热热？这汤热了又怎么能降火呢？你看呀，这雪梨汤清香无比，果然整个皇宫里面只有爱妃你这么的体恤朕。皇上，不能喝！皇上，快走！爹爹，爹爹，不要啊！让开！你这个不由你的东西！小子，你喊呀，你叫呀，你就是喊破喉咙也没有人来救你，有本事你飞呀！来人，圣上放了，喂他吃药，带走。放肆！朕自己会走。这就对了，走着。快点，再往宫门就关了。不管你是谁，你永远是本宫的好姐妹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来，这个拿着，路上省着点。你干嘛这么客气啊？出了宫，千万别忘了本宫。干嘛呀？你哭什么呀？拿着，记得要好好陪陪皇上。知道了，快走吧，宫门可要关了。小小姑娘，小小姑娘，小小姑娘，你是通房的，求求你救救皇上吧！你要什么，我都答应你。救皇上？小小，你可千万别相信他，他可是袁天罡的义女，都是他逼我做的。本宫只知道他想篡位，不知道他要谋害皇上呀！谋害皇上？本宫亲眼所见，皇上已经被带走了。带我去。哎呀，你这也别太担心了，这女皇帝你还没娶呢，你不会一直待在这儿啊？哎，我可是金牌导游啊，对你的历史倒背如流，这大唐盛世可还长着呢，担心啥呀你？大川，哎，我找你帮个忙，娘，我要找皇上。找皇上？找？这是小小。啊，小小，这是小小吗？是皇上吗？皇上怎么会在里面？大川，皇上怎么会跟你？算了，你快告诉我们天牢怎么走。你们一直往南走，再往东。南东岂不是叶庭？快走。嗯，没想到这叶庭原来这么恐怖，当年差点……你谁？这细皮嫩肉的，刚来的吧？来来来，娘娘带你看大戏去，走啊！Thank you.
住！金秀武，给我站住！交出桂花糕！快，交出桂花糕！交出来！交出桂花糕！哎，你过来！你告诉姐姐，地牢怎么走？你告诉我。你喜欢吃东西啊？我这有更好吃的东西。你看，薯片儿。哎，我终于找到亲人了。你也是，你不也是吗？你怎么会？你也是被大川？大川？哦，原来那个靠谱旅行社不止坑了我一个人啊！我本来不是办了俄包月旅行吗？然后就来到这儿，正好碰上宫里选妃，结果一进来就被人顶替了下去。袁天罡那个死老头就把我丢在这儿。袁天罡？幸好我能吃，一年胖了20斤，倒成了花见花开的冷宫第一美。袁天罡在宫里各处都有眼线，咱们还是先找到皇上要紧。皇上也来了？哪儿呢哪儿呢？他长得帅吗？你不要打皇上的主意。哼，不好了，走水了。哎，你们带我去天牢。跟我走。连门都进不去啊。这个附近有没有假山啊？就是那个假山。我让你叫我打架，你说什么假山啊？假山？哎呀，我以前啊怕游客们出事，所以呢就在每个朝代的假山下边，我就埋了一些装备。假山？我知道啊，我带你们去吧，走。快点快点。嘿，你确定是这儿吗？我也不是很确定，但是我在这儿发现了这个。啊？这叫 English。 Go。 刚刚走错步子了，那再来一次。那我再整一下发型，可一会儿士兵们都追上来了，我再来一次嘛。啊，走。哎。
小饼，阿香，我们走。皇上在哪儿？装备能活着算我命大，这怎么办？我这有钥匙。你有万能钥匙，你怎么不早说啊？你这也没问我。你起开。你怎么来了？不是让你快出宫吗？你们不知道这里到底有多危险吗？哇塞，好帅呀、啊！哇，这身材好棒呀！哇，不错不错不错！哇，手感好棒呀！哇，再摸摸再摸摸再摸摸！哎，皇上，你一定是饿了吧？来，我这儿有吃的，看，拿着拿着。别闹了，今天是中秋节，袁天罡说过，他今天一定要登基。哼，是时候让袁天罡付出代价。走。皇上小心！皇上在那儿护驾。皇上，一切都已经准备妥当了。走，上大殿去。俺是皇上，俺是皇上，俺是皇上。看见了吧，天降祥瑞，天降祥瑞呀！俺是何意？陛下龙体前呀，从今日起，宫中一切事宜都由老夫代劳。你说什么？天师建国没有先例？那你纯属是在放屁！陛下有旨，朕自幼受天师辅佐，建国理所应当。圣旨，来看看进出，看看进出。如果要是再有人敢有异议，这满地的尸体就是你们的下场。这才是真正的镇楼天子。你是不是疯了？朕还没死。这也是天意，这是天意啊！888,889,900,1,00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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,
1004，啊，1005，1000，起开。爹爹，是你！你吃着我的，穿着我的，你居然还出卖我！要不是我绑了小五，你能有今日？好了，来人，压下去！哎，等等，哎，那是什么东西？那个好玩，那个好玩，哎，那是什么？皇上，臣妾已经迷途知返了，求皇上原谅臣妾吧。
皇上，皇上，其实这一次要不是罗妃给我们通风报信，我们真的不能那么顺利的救出你。你就饶他一命吧，啊？好吧，既然小小替你求情了，那朕就罚你抄经书万次，至于袁天罡，押入地牢，听候发落吧。是皇上，谢皇上。锦绣小奥，该走了。多留会好不好？你不要这样子。再多留会吧。你以后会有很多老婆，你会遇上你最爱的人。我不要听这些。他们都会很有出息的，他们对你很好，你会寿终正寝，你会是最厉害的皇帝。能够在这里遇见你，是我这辈子最美、最意外的梦。但是梦终究是要醒来的，所以你帮帮我。还在这儿啊？怎么又是你？还有你，你怎么还不走啊？那你怎么还不走？谁说我要走了？我要在这儿再胖20斤。哦，好好好。哦，你就是被罗妃顶替的那个妃子啊？嗯。那朕帮你取个名字好吗？好好好好。不然就叫你媚娘吧。媚娘？媚娘？武媚娘？武媚娘？那我岂不是要当皇上了？啊！那我走了。回家喽！回家喽！我要当皇上了，太棒了！哇！Thank you.
不好意思啊，小小，我没看见你。我不是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小小。你能不能长点脑子？我说你能不能长点脑子？你个废物！就是他，逼我咔嚓了你。为了躲过监察局，这不怪哥。秦小小，你谁啊？你还能回来？正好，我亲自动手。上！你干嘛？我住手！你好，我们是时空管理局的，有人向我们举报你们旅行社严重违反了时空管理条例，麻烦你跟我们到局里走一趟，谢谢。这什么呀？这怎么回事？啥玩意你？来啊！你。我也想跟你走一趟。好，我们摆着，拜拜。